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。下晡2点到4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遮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9138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互动主任，要来定请的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。来阿宏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批判新闻啊。我咧讲吼。咱台湾实在是无政府的这个状态，所以咱讲的是哪样民主国家，其实处处拢有看到野蛮，那么伊的这个状况，来咱来甲看这则新闻。额头就是这额头吼，额头。那么被判这两字耶，吼，多两字。稍等下我看卖啊，因为我单单调出来。那么朱立伦吼，真正受气啊，无怪人气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定来讲，咱台湾会使讲，足侪人。都讲伊有读书哩，也感觉真奇怪。这简单对唔对？伊拢囥一边就对了。像这种人吼，我认为讲吼，这种诶，较早诶人讲安那，无教育，无教育。来，咱来甲看内容吼。
2016年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竞选总部透早就遭受到官场工人吼弄入来，啊，搁伫朱立伦看板顶头喷字啊，和朱立伦曾经以为讲哦，以为傲的这个亮点吼，这个光点，这个头遐被印上大大的这个休困。那么朱立伦在民主顶头就怒斥了，哦，生气啊，在排斥、排斥这一次吼，所以应该好多话反过是斥、排斥、斥嘛吼，怒斥。那么因其实是在台湾伊的这个民主顶头喷擦，我都有讲过。台湾讲民主国家，民主国家你袂使乌白来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你本来会使讲人的看板顶头，你乱讲喷字，唔管讲喷对当事人好的，也是歹，这都是已经违反啊。安怎讲？因为你无人的这个引准，你就讲喷字，这在法律上就应。就已经违反，那么当事人伊是毋是有答应你安尼做无？无安尼做，若是无答应安尼做，你安尼就是毋对。所以我定来讲，咱台湾吼，尤其是民进党，我是安那支持二三十年的民进党，我唾弃放弃。迄民进党的人吼，因为二三十年啊啦，拢暴力，拢暴力啦，所以我就唾弃，就是直接。那么朱立伦下晡伫个民事破门。那么再去有一伙人，就是讲有一伙，就是讲迄、那个一群人嘛会讲的吼、哦。啊，若讲做伙来讲，就是讲一群人的意思吼、哦。那么走入去我的这个竞选总部，那么因讲要抗议政府。缩短劳工伊个即个休假，那么因伫个一寡算讲较有戏，伊即个总部职工头前，那么话拍话杀安尼，啊你也想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就是讲，这拢是民进党长期以来煽动民众。所以民众不满政府，包括不满这个候选人，吼、哦，甚至你来看过去，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旗啊，对不对？去予人家算讲捡落来伫个涂骹顶面落，对不对啦？所以像这种的过去是有罪啊，结果呢？不了了之，所以民主该安尼吗？所以我常在讲，这政府无能啊，造成的是安尼啊，一个百姓愈来愈大胆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我有讲过，台湾都一直沉沦啊。那么讲到这，阿宏要来向咱这位，等阿宏伊阁袂记诶吼，因为阿宏无准备啦，然后有准备吼，啊，我会甲写起来，吼、哦，
好啦，看卖我那迄条在，伊吼，当然啦，阿宏伫节目所讲的，伊认同，吼、哦，伊认同。所以是那，你来看，伊阁讲一句吼，我比较的有较疑问啦。伊讲的是那呢，唔管讲倒一党的啦。只要是政治的人，伊拢会支持的。但是你讲政治，看是甚么款的这个政治？政治是毋是按照伦理道德、是非啊来的政治？那是安尼，这种人当然咯。不但爱赞同，阁是爱甲侮辱。但是有个人伊嘛讲伊真正直啊，参像你甲看，伊这去共喷擦砍棒共喷擦，伊嘛伊讲伊正直啊，对不对啦？甚至伊讲的话。啊，拢是的孙阿娘，嗯，啊，因为吼，你的孙阿娘，啊，政府讲的孙阿娘无都，无照安尼实施啊。当然，伊愤慨啊，所以伊要来做这个代志啊。迄就是讲你候选人啊，啊，你某种的这个关系，因为我也未看到，我唔知啦，吼、哦，某种的关系啊，你无履行你的这个诺言啊，所以我要来甲你喷出啦，安尼敢对？伊嘛讲伊政治啦，对唔对啦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咱即摆社会根本都是非不分嘛，啊有够严重个啊！所以阿宏有一句话是安怎讲？即摆现代人歹人较侪过好人啊！我时常咧讲，对唔对？歹人伊嘛讲伊好人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？跟阿扁啊，贪污的时阵，伊讲唔是啊，我这贪污，我是要将这个钱摕来海外，以后台湾独立要用的，哼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敢对？说咧说落去，有一挂人讲阿扁也无衰啊，阿扁也是被国民党陷害啊，对唔对？栽赃啊！啊、你甲想，啊，若较照因这帮人咧讲的，啊，法律甲判有罪，我请问啦，伊即马虽然讲伊保偌久，伊对唔对？我请问啦，那安尼司法判阿扁有罪，啊，那安尼咱这个国家是成什么国家？对唔对？伊无罪，佫甲判有罪啊？干嘛呢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咱。台湾已经真正能讲傲主，哎，拍迄个篮球啊，哎，迄个什么呀？迄个骹球啦，啊什么out 出局啊啦？所以看台湾，我真看袂济，大部分的人。阿宏拢看袂顺眼，社会即卖人老老青青、老老幼幼啦，幼幼，好多话讲青青，就是比较嫩的意思。老的嘛是安尼啊，少年的嘛是安尼啊，青的嘛是安尼。所以我看这种的社会，那么向大佬哦，向大老板讲劳工放假伤过多，是蔡英文啊，啊，那么争取放假。
旧经济是朱立伦啊。那么因分袂清楚吗？唔是分袂清楚啦，就甲侬一帮人就是安尼，认为讲我上对的，就无政府的状态啊，变到安尼啊。敢若美国个啊，讲伊上民主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枪杀来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迄个上个民主。台湾是无稳准用有注意的这个枪，若要有吼，就即马社会，就遐咧骗，遐咧骗。因为安怎讲？无政府的这个状态，所以因其实是伫台湾的这个民主顶头啊来喷擦的。我甲你讲啦，即马你搁讲道理的人哦，无效啦。即马来谈什么？谈暴力。以牙还牙，那倒一个喷的孙阿娘，哪有证据？甲告无要紧，所以一出来叫人搁甲拍，即马都爱安尼啦。迄许较早的人讲安怎？假死的。安怎讲？讲民主，像这种安尼，伊这种行为跟民主，啊，既然甲伊唔是民主，咱就用啊亡国野蛮的这个野蛮的这个情形，野蛮的这个动作，啊来回应。那么有支持者就留言啊，伊讲哦，真无欢喜这种的这个情况啦。蔡英文讲，伊推国会改革，安怎我就敢那记的时阵，民进党较早吼拍闹，而且个国会了。啊，阁有一边抗议游行啦。那么蔡主席，哈，袂当下阵安尼啊，控制世俗，而且个民众情绪。那么种种个即个记忆涌现，大家卖袂记。蔡英文当选，这就是台湾个即个社会社交。所以我有讲过啊，你做你家看。我唔是讲咧万讲的时阵，蔡英文当选做总统，唔是这个。因为安尼落去，台湾绝对乌有。啊，我有讲过啊。台湾不甲安尼先，即个政党的啦，教育的啦。政府拢有责任，啊，要安怎？都大家归去夫妇的。我有讲过啊，归去安尼分啊。我真赞成，若要安尼分，我绝对也双手赞成。我从较早二十几年前，我做节目我就讲过啊。归去台中以南支持民进党的人归去。支持国民党的人，台中以北的，踮的北部，踮的中北部，限一个某时某日，大家已经归位啊，归位就是讲啊，你该当去倒位啊，就去倒位啊，开始战，安尼到尾啊，谁输谁赢，安就解决去啊。
因为这种的不是社会嘛，不是国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参像较早啊，伫中国大陆安尼啊，国民党诶，甲共产党诶啊，战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若武器就分分诶啊，平等嘛吼，对毋对啦？武器拢平等，炮弹拢无啦，炮弹拢破坏拢封锁。拢袂使用炮弹，会使用枪。啊，看倒一日宣布落去，啊，开始就战啊。我认为讲安尼就公平啊啦。啊，我一天到暗，踮咧到闹来到闹去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我拄仔讲无政府的状态，啊，既然到无政府的状态。就是安那用武力的啊！那么，但是嘛有反对者咧呛啊！哦，那么连林新北市，你家己决定的，讲做好好做好满，是你家己亲口讲的。亲口讲的，那是民主社会，你嘛会当用选票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但是佮反倒转来讲啦，啊，若蔡英文嘞，蔡英文伊过去无承认中华民国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安怎伊中华民国的时阵呢？国庆是安怎伊要去参加啦？啊！伊毋是连咪讲安尼，连咪讲安尼。伊讲无承认九二共识啦。啊，我请问啦，伊即马要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啦？啊，伊是毋是爱承认九二共识？是安怎？因为中共有讲一句话啊：台湾若无承认九二共识，啥物拢免讲啊。啊，若到安尼，参像恁遮一帮人啊，穿起起来啊，对毋对啦？都甲因单嘛，是毋是？有气魄无？恁无气魄啊！恁就干那点啊话声啦呢？这毋是恁讲的借口啦。是不是？啊，若到安尼出门，我嘛是用选票。阮敢像恁讲安尼，对不对？用工喷擦的，阮敢有安尼？那么陈山东主席，你家己愿意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拔挑换注解注解了吼、哦。那么你一手策划，这你就是共抹黑的。那这种的你就共抹黑啊啦。所以像恁这种的，我就不满啦。所以恁这帮人就是拢会共抹黑的啊，是毋是安尼？这个代志你无分析，然后你就讲伊做的啊。所以我定来讲，讲台湾人拢是有这帮人，台湾就是有这帮人，我看真袂做的。所以我开时间，啊，那来恁骂恁家的啦。
对唔对啦？什么咧？伊一手策划，阿宏咧分析，唔是伊一手策划咧。因为安怎呢？啊，讲予恁家人了解无效啦。因为恁这都唔是会先来讲理、讲理由的人啊。阿宏无需要甲恁讲理由啦。那么不分区的这个名单，恁家己主导的军体王贤女，是恁亲手敬的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敢会使敢喷擦吗？啊，恁这个理由安尼，敢会使敢喷擦？嗯。啊，那甲安尼先来讲，参像恁这帮讲的人。我嘛听过去恁家的时阵，穿甲恁短短的，对唔对啦？因为恁讲唔对话啊，那安尼我嘛会用个用国武力个啊，干嘛呢？唔是你讲安尼就安尼啊啦，对唔对啦？那么有一个代志，人家讲对方唔对。你会当顺着这个法律啦、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恁这毋是啊，拢乱讲，甚至用暴力。对毋对？军体，人因因为告到法院去啊，对毋对啦？你予法院去办啊，是毋是这种的？道理是毋是安尼？但是你毋是啊。啊！我拄有讲过啊，阿边也无做啊，无做那相关。阿边也像那贪污啊，迄钱伫国外，是要以后的时阵呢，台湾独立要用的，安尼敢对？安尼因嘛讲嘛有理由啊，干嘛呢？理由唔是干那恁咧讲的啦，理由是爱立出公论啊。所以，点，你的这个选情计划不进，是恁家己自找的。我甲你讲，我有讲过啊。国民党的母甲惊你安尼，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二三十年所灌输的，就是即马讲的孙安尼啊。过去，民进党的讲国民党的。啊！伫咧洗脑，就是民进党诶，已经甲台湾，尤其是南部诶部分，洗脑洗二三十年啊。那么我昨有讲过啊，你甲想，迄人诶时阵，嘛伊老实讲诶，是有朋友诶关系。但是当场我也无爱甲伊争啊，无爱甲伊论啊。去面人啊讲，国民党诶拢无做安尼啦。伊讲这着，我着听着，我着真无欢喜啊。安怎讲？因为伊就是，要哪讲就是讲，啊，即句话。伊代志都是听片面的啦，伊讲的时阵，国民党拢无做了。啊，若要照安尼反起，民进党拢有做咯。所以，伊讲这个话拢是听人讲的，伊无将到代志去甲分析，什么代志伊无讲。伊就敢若讲国民党无罪，意思就是讲伊振奋起啦。国民党拢无罪，做歹拢无罪安尼。所以伊敢若讲这句话，我就知影伊绝对一定投民进党。安怎讲？这个人无理智，就是听人讲的安尼。若有理智的人，就是针对代志。
敢若我拄仔遮咧分析个，阿边个讲无罪对毋对？大家支持伊讲无罪，啊无罪是安那伊去用关，啊是那伊贪污个钱是那为国外汇转来咱本国，啊，我著分析啊，啊大家搁要拗。对不对？后讲遐个钱是准备后摆台湾独立要用的，你甲看。所以这帮人就是白白布要共捏到乌，代志拢硬拗了。所以拄仔我伫个讲个，昨我听到即句，迄个骂人硬拗。台湾就是拢这人拢足侪啊！阿方唔是，有一个代志，像我即马咧分析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啊，那恁遮的孙啊，这种做法，我认为讲恁唔对啊！啊，那安尼，我着咱举枪来恁兜的孙啊，呢，也是看到你，我着甲你骗啊！安尼敢对？嗯。好了，到这结束。期待一位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来，听一首结尾哈。我看。来，月圆抒情了哈。这看不听。纯情爱，阮非常了解，双人分开确实无奈。心是下乡，凄美的心态，不敢。